表演者商女曹鹤阳。这身服装特别灵性啊，为什么那场演员演完都不捡回来了？咱也不知道，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。啊，心里边还确实是非常的紧张和激动哦。哎，对了，大家伙发现没有？什么呀？今天的所有演出，哎，都是一对儿一对儿。废话，相声演出都是一对儿一对儿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们说的呀，都是对组相声。现在这么说，合着咱们演出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，对不对？这相亲口哦，都是说的是口嘴相声。这边把嘴拿过来，我先偷我来。乱说。对口，对口相声，对对口相声。哎，我觉得今天的形式啊，有点过于单一，单一化，过于单一化。就是这种形式啊。不不不啊，我觉得啊，今天最后一个节目怎么着，应该说一个多人相声。多人相声。哎，对了，没有人了，来了呀，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带来了呀。怎么你怀孕了？现在这包袱都这么邪性吗？我能怀孕？你一个人站这儿，你倒带哦，你把郭老师揣兜里带来了。师傅在你心目当中就那么渺小吗？我没有出手势。你没有感觉我最近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越来越丑了。啊，那只是一方面。你认吗？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啊，你说。我顶着呢，顶什么呀？仙儿？什么仙儿啊？地三仙儿。那你顶个盆菜？哎呦，那你够油的呀！什么地三仙儿啊？这地仙懂不懂啊？仙，东北人顶仙儿啊？东北有这个独讲究顶仙儿啊？这个东北人知道。顶仙儿分几种啊？狐、黄、白、柳、灰啊，这五种我知道，分别代表五种动物。啊，我顶的就是第三仙，这回更像菜了。第三仙，我顶的是刺。啊，这个头型也越来越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一样，你别小瞧我啊！哎，时不时的仙就容易上我身，真的假的？我还告诉你，你等会儿，你确定你不是尿憋的吗？你打人！我怎么了？这好火牙啊！竟然口出狂言！我没说什么。污蔑天！你还不信？我信。哎，刚才发生什么？稍等，要不抽空看看病？看病了？什么毛病？是不是先上我身了？不是，你刚才那已经一下子什么玩意儿？仙儿上我身。刚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仙儿，对，借着你的嘴在，哎，借着我的嘴在跟你聊天，真的假的？你别的，哎，这个东西你别看啊，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，但是在民间啊，啊，已经流传了很多年。你可能让仙儿整的有点不会了，不是？等会儿你等会儿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哎呦，上知天文啊，俯察地理，各位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。小到出行安全，吃什么东西，喝什么药，哎，大到你的人生运势、娶妻生子，你后几代是什么，这仙儿都说的太邪乎，这都哎，你们都在，你还不信？我是不信的，我今儿我就给你见识见识，你怎么让我们见识见识啊？一排穿灰衣服那大哥，你是不是姓宋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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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对吗？对，对，你俩认识我俩认识仙儿，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我知道了，你的仙儿叫金鹤兰。陪你玩儿了，他听见了在这问半天。不是拿仙儿开玩笑了啊！啊，有可能刚才仙儿上的是金鹤兰的身。为什么那个节目就问大哥叫什么，那个跟这个节目丝毫没有关系。
仙儿想知道，仙儿想知道，是吗？对了，行行行，咱现场来回，我再找一种办法，来，你让仙儿来。哪位？仙儿能力大，对不对？法力广，什么都知道。就这大个儿，姐们儿，你叫什么？小点声，小点声，我没拿话筒。姓厉，好，不用猜别的，你就猜这位姓厉的女士她姓什么。你这病也不轻。算了，先别问名了，你算算别的，姓咱就不猜了，你算算别的。我让仙儿啊，二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？不是啊，我让仙儿算一算姓厉的这位女士啊，前男友叫什么？等会儿，我就不问什么名啊，你前男友几个字？没有前男友。来，我就得说，来你猜，我就不信能猜的。他喜欢的人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哎，我让仙儿过去跟他算算啊。还想过去？那当然了，感受能力嘛，对不对？小心。厉女士你好，等会儿，我发现指挥你根本要说我啊！你喜欢的人是不是三个字？他其实是两个字，叫萧贤，秦萧贤是不是？那就是两个字，叫少林。
是一个月挣二三十吧？对呀、啊，不然人家往哪儿给你往下面跑啊？那行啊，可以运作运作呀，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二三十那比你大很多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行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样这样，如果大栓把事给我办成了，我给返点，行不行？跟家里人有关系啊？啊，家庭的事啊。你，几个媳妇？干嘛？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这带着装的，甭废话。有那么多演员，那我有几媳妇？几个呀？一个你就说吧，你窝嘴吧。你那媳妇这么说不管呢？那不说，那不说。我就说德云社演员演出的时候说自爆，他不止一个媳妇怎么办？不能瞎说，得给单位补黑，这不能瞎说。问你家里边有几个媳妇儿？家里也是媳妇儿，那就是俩吗？你再好好想想，想想都告诉我了吧。你甭想话，这是捋单捋啊。我家里边有个媳妇儿，家里还有谁？我丈母娘。来，这是不是媳妇儿？那是我老丈人的媳妇儿。问你有几个媳妇儿？没说都是你的。你丈母娘也是你媳妇儿啊？不，如实回答，俩了吧？还有没有？我老丈没有没有。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没在乎。不对啊，我闺女怀抱儿，那也是别人的媳妇儿。那得多少年以后？哎，仙儿眼睛能看到多少年以后？一共家里边仨媳妇儿，对不对？咱上他了，以后让大仙直接问我们家有几个女人就好了。不用仙儿看的都比较准。你不用看，你家仙儿睁着眼了。我跟你说，仨女的怎么了？家里边有几个男人？我俩，我跟我儿子。完了，怎么了又完了？干了啊！坏就坏在这儿了。为什么呀？三个女人，两个男人啊，阴阳上讲，这叫阴阳失调。你们家阴盛阳衰，不就差了？这就是你好不起来，你们不至于吧？你得想办法作为改变，做改变，懂吗？那我把我爸接来。跟你丈母娘住，哎，你可真是好儿子呀！你这么说，我老伴儿还不乐意呢。说话，那他们仨商量呗。这不是你说的阴阳失衡，你得加人。阴阳失衡，你从现在调整，不是再找一个进来？那是。你让你老丈母娘走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家里本来你看我演出到处走，本来家里就忙不过来，我丈母娘是帮忙带孩子。怎么人家家庭都能忙得过来，你们家忙不过来呀、啊？不是我媳妇儿啊，那就是你媳妇儿的事儿。怎么又问题出在你媳妇儿身上？什么意思？你媳妇儿哪年的？媳妇八九，八九属什么的？属蛇呀。这叫蛋。蛋蛇啊，你属兔。对，你们俩属相合。哎哎哎哎，完了吧？大仙说了，骗不住了，别骗不住了。当年我和我媳妇刚见面的时候，我妈找大仙儿算。你信这个呀？我们听我妈说，我妈说说着老话就说蛇盘兔越活越富。哎哎，问题出现了，怎么了又？你富了吗？那倒没有。你富了吗？但我们很幸福。富没富？没富，但人都这么富。我问富没富？没富，那就不是富裕的富，那是富富的富。蛇盘兔越活越富，对，越过越不好。那咋？你这些年是不是止步不前？啊，就生活很稳定。哎，那就是没有任何的进步。啊，
而且你八今年属兔，属兔啊，你媳妇属蛇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你水命，你媳妇土命，这那当然了，而且你媳妇的土还不是好土，还人家的土命，人可能是土沙，人可能是陶土，能成器。你媳妇这土不是好土，什么土？混凝土。挺结实的，哎呀，特你呀、啊！怎么你想，你想水跟土在一块儿怎么样？泥烂泥敷不上墙，我怀疑你在找茬嘛！你呀、啊，听我的吧，你想想办法吧。这我能想什么办法？你找找辙呀！怎么辙？实在不行啊，换媳妇。离婚换媳妇？问大仙儿，大仙儿。八七年土。你找一个七年的，哎，五七年的，哎，比我大三十岁。大仙这主意好啊，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三十抱金山啊。对，女大三千，我还没给先搬呢。我说大仙我还了，这边什么馊主意？都换谁？大仙给你出主意，你听不听在你。那主意人说完，你又不信了？你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你这过得好好的，怎么就离婚？怎么就换媳妇儿？你要这样的话，那财运不要就不要。你有没有别的辙？你动动这家、哎、别的辙呀？问问啊，家哪儿的呀？住啊，还是老家？闲山东北黑龙江哪儿？齐齐哈尔。哪儿？齐齐哈尔。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，正压着你啊！等，我正压着你啊！罗老师，我都三十多了，现在倒是压着，压着你啊！跟齐哈尔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你家在齐齐哈尔，对，祖坟在西藏。哎，你这儿，我们家路途太遥远了，这是。祖坟也在齐齐哈尔，祖坟怎么在西藏呢？正压着你，怎么又正压着你啊？你琢磨这道理，齐齐哈尔又叫什么？别名叫鹤城，哎，单你鹤呀。鹤城，坏了坏了，你别闹！鹤城鹤是祥瑞，一听拉倒，搁人家那叫祥瑞啊！啊，一挨人家那个祖坟上边飞着一群仙鹤，祥瑞。你看看人家沈腾老师，哎，齐哈尔啊，对，人家叫沈腾，腾飞的腾，仙鹤代替，跟那没关系。那你看我还叫鹤阳呢，我哎，坏了坏了。完了就坏，就坏在这儿了。你的工作单位出现问题了。你别瞎说，咱一个单位啊。哎，跟我没关系啊，咱就说的现在是你。怎么我在德云社上班？哎，德云社什么科呀？我是鹤子科。嗨，多顺的，哎，祥瑞为鹤子科啊。你琢磨，你在鹤子科这么多年了啊？哎，进了咱不说，哦，云字儿咱别提，咱就说鹤字儿。鹤字怎么了？你干得过孟鹤堂吗？啊，人比我火呀！哎，啊，干得过张鹤伦吗？啊，人逗人都比狼鹤炎啊！你肖子科的，您等会儿，你提人干嘛？我火不跟人家提，问题就在这儿了。又怎么了？你琢磨这道理？什么道理？家里边祖坟啊，一堆丹顶鹤彩，单位里一帮鹤字彩乎着，你好得了吗？你火得起来吗？这有必然联系吗？太有关系了，这风水就讲究这个呀。风水就是家里的祖坟被鹤踩了。对呀，单位那一帮鹤字馅儿都附他身上了。不是这么一说，这有点道理。哎呦，你要大仙要不这么说，我还真没想到吧？没往这想。要不说人家说是笨呢，这笨人仙儿啊。我那我怎么办？我改。你改什么呀？我要跟师傅商量，换不换？九字儿消的换啊！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，我来海行不行？曹海洋，比水大了，火不起来呀！你看我怎么的？一个鹤字儿，他又说不行。问仙儿啊！啊，问仙儿，千坟？什么？千坟？仙儿说了得迁坟，迁坟。哎，老人话听没听过呀？什么呀？哎，穷搬家啊，富迁坟。大仙儿哪门儿？他
家为什么那么注重这个呀？原因？那签，那我签，你要不是修可以，签我吧。哎，签，签问仙儿，仙儿啊，怎么签？啊，对，还有这一把。你得找一个有孩儿，这俩字儿诚实，齐齐哈。你没签呀，那不就是？你不是有个孩儿，孩儿那有什么？光孩儿，孩儿，孩儿，孩儿兵。哈尔滨，对，哈尔滨大了，你往哪儿迁就啊？哈尔滨大是大，哪儿最火，哪儿人最多，你奔哪儿迁？哪儿火呀？哈尔滨，冰雪大世界。诚心捣乱是不是？我哪捣乱了？冰，我们家祖坟迁冰雪大世界。怎么了？那人多的火呀！你想火不想火呀？我想火呀！想火就奔那儿去呀！你别闹，你等会儿啊！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，冰雪大世界，我们家祖坟迁。人家在这儿可年年拆呀、啊！哎，小了，不小，彻底小了，这小了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是年年拆，他不还年年盖吗？你这格局很清晰。哎呦，这一到冬天，姜子林一看，哎呦喂，还得说人家老曹就曹火阳了啊，人家有门子呀，人家今年又立新祖坟了。哎呦，跟着你家坟上面，左脚右脚，左脚前后前后左够左。为啥？因为他出于我。这回行了，全国人民都踩着我们家了。别说你甭管这财运的来了，人气上去了，火了不就行了吗？签不签呀、啊？他说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等会儿，你动祖坟这东西，你这就老祖先人家能乐意吗？这东西，哎，是吧？我沉睡了多年，是谁将我唤醒？是谁呀、啊？你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曹操，大胆何辈，竟敢直呼祖先名姓？啊，哎，那个老祖先呀、啊，这个刚才有个大仙跟我说，让咱家亲人。哎，事关重大，夫人过来啊！您说 ，OK 了。曹操可能去外国旅游去了，同意了吗？啊，你没听着吗？我听着同意了啊，同意了，他同意了，现在不就得签了？你甭废话，他同意不行，同意他这两句话不行，他同不同意我不知道，我爸爸能同意吗？儿子。老爷子同意了吗？同意了，刷新了五三分。同意，签不签？签，哎，签，这就法律了。冰雪大世界，签，哎，对不对？你说怎么签？来，签怎么签？你找人签去。你问我干嘛？你？别，干嘛？你看，你说了这么邪，我就问我，我不懂签字，你要我们管看事儿，我们不管签文。好家大仙还干个土木工程，我关键我这不懂签字，大仙又不会冰雕，怎么给你签字？你奶奶帮忙一块儿弄吧，非找，对你帮忙一块儿弄吧，我也不懂。得，你这么着，怎么着？给6万块钱，6万块钱，5万有点多，6万你一个月，我俩月工资，一个月调完之后。20，那这6万块钱不到一个月工资，眼睛。行，那你说这钱我怎么给你？啊，我知道，知道。是，你看你是微信转账的，收钱喽，给你收的干干净净的。行，我得转我，不是烧给大仙儿吗？废话，我得找人给你盖去。啊，杨戬的事儿，多新鲜呀！魂儿过去了，行，我知道人过去不行啊。那怎么着？扫我支付宝吧，微信转是吧？对，微信转。
微信转，转扫吧，来扫扫扫扫扫，我扫你奶奶个孙子！没必要啊，没必要啊，真拿我当傻子吗？啊，陪你玩半天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刚才行，刚才人家很厉害啊，有这个封建，cosplay， 然后伦理人的形象。我疯了，我疼你啊！不是你先换媳妇儿啊？先二十都不生俩孩子换媳妇儿，疯了！啊，再你哦，还迁坟，还挪到冰雪大世界，还年年拆，年年那那大滑梯有盖祖坟上的吗？我们祖先在底下躺着，这边事儿。来了，这个
日照当地的好多反诈专员。反诈专员哪儿呢？哎，这儿呢。啊，就那儿啊，那儿那个啊，就那个啊，又信了是不是？啊，没有啊。哎，刚才还挺好的，怎么弄一会儿就上当了？这不是，我听你反诈意识要时刻保持，懂吗？哎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我就知道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？希望您配合我们啊，帮我们录一段反诈 VCR。哎，力所能及，咱们应该做。说的很简单啊，就是危险就在身边，反诈人人有责。危险就在身边，记得住吗？记得住，记得住。我手机还没电了，我拿您手机。啊，您那正好录完，我传给。这段视频将会在全国各大商场以及写字楼24小时循环播放，滚动。哎，那我就火了，兄弟。好嘞，好嘞。危险人人有。不反啊！危险人反诈，反诈人人危险就在身边。分啊分的啊，我自己随便说吧，行不行、啊？哎，对对，来来来啊，确定吗？哎，没问题，来来来，特别好，来啊，来来来，危险就在身边，反诈人人有责。哎，好、哦，特别棒，行。哎，这个曹老师，哎我呢还要去别的地方呢，进行这个反诈的宣传。哎，您忙您忙，这事儿是吧？然后这个锦旗呢，我希望你当着大家伙展示展示，重新的再介绍一下我们反诈这个。对对，刚才有点丢了。祝您身体健康，谢谢谢谢，好好，一切顺利，好好了，为我们反诈做服务。哎，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回见回见回见，拜拜。哎呀哎呀，慢走啊慢走。哎呀哎呦哎呦，没想到原来是考验我，你瞧，哎呦，这锦旗，看来是早就知道我是这个。就精英了，多棒！你瞧，哎呦，你瞧，祝曹鹤阳先生啊减肥成功。哟，反诈先，反诈反诈有炸弹的炸，我炸死我手电。